圆滚滚的水饺脚底抹油，淋上面粉水，盖锅焖煮。蒸汽浴后，面糊水慢慢收干，华丽翻身，煎饺化身花瓣，一片一片。圆盘中间放上萝卜丝点缀，表皮酥酥脆脆，轻轻一敲，咔滋咔滋，每一个独立的煎饺都衬托着裙摆羽翼般的冰花，视觉系的煎饺吸引顾客朝圣。外面这层皮就是很脆这样子，然后肉也蛮新鲜的，外皮脆脆的，吃起来咸淡适中，咬下去还会爆浆这样。在高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特别的煎饺，像它这个颜色比较深的这一颗呢，它其实有包很浓很浓的那个九层塔的味道，非常非常的香，香气非常的浓厚这样子。那这个白色的煎饺也是，就是人家所说的那种皮薄馅厚的那种感觉。厚实的馅料来自这个高雄发展最早的盐城区大菜市场，源源不绝的新鲜食材是餐饮业的供货宝库。这嘛是熬对了的呀，哎，白加心哦，白加心哦，你得靠心，哦，你得靠不心。将泥、糖、调味料、碎肉搅到入味软烂。